大郎，起来喝药了。他们让我再给你补一碗。要妈妈抱你睡觉呀。开心，开心。好，妈妈抱你去哈。应该很少有铲屎官能拒绝想跟你一起睡的小猫咪吧？而且我有三个，还必须搂着。但是它们每天都在地上打滚玩耍，很容易把环境中的尘螨附着到毛发中，带到床上。不仅毛孩子接触后抓耳挠腮，慢慢主人也会有皮肤问题。所以我家会常备这个满庭青花椒清螨除菌喷液，睡前给床上喷一喷。里面的青花椒植物抑螨素是有专利认证的，灭螨率高达99%。定期给孩子们活跃的区域喷一喷，睡觉也安心。忘了一件事儿。别看了，今天没有肉肉。肉肉，为什么？你现在太胖了，都快8斤了，你这个头也撑不住啊。而且小母猫不喜欢肥猫，少吃点吧，好吗？这么好说话呀，姐姐一直后面瞅你呢，你能开心点吗？啊，瘦点就给你肉吃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臭脸。嗯，我们老五有肉吃啊。没有，姐姐也没有啊。你没有肉吃也不让姐姐有呗。你咋这样呢？啊！哼！嗯，你瘦，你有肉吃啊！生气！怎么啦？吃饭。那不有猫粮吗？你不是又馋肉肉了吧？不用谢，我又没说给你肉，现在没有哈。贱娘们，现在油盐不进啊。现在只有猫粮，吃不吃啊？不吃猫粮都没有了啊。哎，我们大郎真是能屈能伸呀。怎么了？帮忙，帮忙！滚！想要妈妈陪你玩啊？可是今天太冷了，妈妈好像冻着了。老五，帮忙，帮忙！什么都指不上你，这个家没我都得散伙。还得是我们老五，瞧你灵的，就像个感冒灵呀。大郎，真棒。嗯，大郎也棒，还知道找姐姐帮忙。等妈妈把感冒灵喝完了，就跟你玩哈。